比如说这个出来叫做祷告，啊，你改成塔卡奥，哎，很接近啊，塔卡奥，我没有改成高雄啊，我是改成塔卡奥，是你们要念高雄，我们没有办法。那因为是汉字，所以用华语读作高雄，用台语读作高雄，但是人日本人读作塔卡奥，啊，塔卡奥是别人来叫做祷告，对不对啊？好，像大鸟变塔鸟，像民雄，比如说这个出来叫做三角用，啊，然后变成三角。变成三峡，一个所在叫做加东卡，伊是卡麦卡变加东，啊，音一转变卡东，加东变卡东啊。然后比如说介绍咧咸菜白，伊是白麦他咸菜变成扛菜，关系有咧扛菜，啊，他没有读关系啊，啊，有关系就没关系，啊，扛菜那个关变关系哈，啊。比如说介绍叫做拉玛。地势很低的沼泽之地，拉玛，然后你要改成拉玛，你看音很接近啊，拉玛变拉玛。比如说，就是说在达巴尼，然后就改成塔玛伊，啊，达巴尼塔玛伊，这周全都是用这样改的。那当然，他会听你这里怎么讲，他就用这个音去改，啊，改出来就变成日本式的名字。啊，比如说追啊，这都要讲啊，米日奥变米日奥。然后日本时代的地名改的非常多，三个字都变成两个字的，这一堆都是。